特别的日子，特别的时刻，咱是去咱台湾古早的高楼，以及着历史。台湾历代跨海开山的列祖列宗。咱是去伫2028，以及伫白色恐怖中间牺牲受迫害，不分族群的死难英魂。我们想起在台湾政治人权运动中先我们而去的民主前辈们，我们要轻轻地问天空，这位水医师，乱河医师，张强医师，你都看到吗？鲁道勇士、林茂生院长、阮朝日先生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台湾人民不分族群牵手对抗强权，你们看到了吗？丹顶破石溪，江门亚石溪，地牛很石溪，你都看到不？台湾人民叠加。看手看出上水上水的同心圆，唱出上好海歌词。你们听到了吗？看见了吗？雷震先生、殷海光先生、李万居先生、郭雨欣先生，你敢有听到阮，看到阮嘞？咱温馨朴素。郑南榕先生、詹义化先生，您是不是有在听？我听了看嘞。黄信改主席、江平建主席、罗秀仪委员、廖中山教授、张忠栋教授，还有李正元院士。还没有走远，是不是还在半路上？频频回顾，不放心的看着我们呢。咱家大地比狗哎，大比景，正在追随您们的脚步。我们正在呼应故乡台湾的声音，看秋到底不分族群，咱大地台湾的上届亲爱的乡亲时代。连到底的比狗只爱下底鸡模样，无分偶尔汉籍，不分男女老幼，全家出动，响应台湾的牵手活动，200万人，200万人，200万人民手牵手，守护台湾到永久，200万人民手牵手，守护台湾到永久。200万人民手牵手，守护台湾到永久。历史将会记载，公元2004年，地位不离半七级运，五大族群的台湾人民勇敢加出来，为着母亲台湾，为着咱子孙万代的自由甲幸福。咱老爸老母抱着的，你看大家同齐抱着的。Formosa, you are beautiful. You, 小小永远抱着彼人。
进去了。